小别野、小豪宅。精心请设计师设计的收纳空间非常的多。我们像一进来就是大门，一进来的时候呢，旁边就有一个侧的那个卧榻区。那这个是升降桌，来示范一下，大家可以直接电动麻将桌，然后它可以你看电动麻将桌，升下去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好，就让它到底好了，变成合适，这边就变一个合适卧榻。哎，要聊天，脚你看可以伸下去，是不是就很好聊？对。啊，这个还有机关哦，等一下给你看哦。看哦，再把它伸缩下去，这是一个电的合适的桌子。对啊，我们充满了，充满了机关。这里呢，这里还是可以，这边还可以收东西，对，可以拿回来。然后这旁边都是抽屉，这个东西旁边，来抽出来看看，里面会不会有东西？我们刚才都没有收，很多东西啊，又没收到。都是东西，好了，就慢慢收喽。好，那这个是客厅区。哇，你看那么大。客厅区，然后一进门这边呢，这里就是可以放你的东西。对，玄关小屋，鞋子。然后这个客厅区，你看还有吊椅。主电视墙。然后这里也是一个卧榻区，那这个每一格也都是收纳。对，收纳。然后卧榻。收纳。然后这边也是位置，这里也是位置。这边。其实就是外推的阳台，所以以后等于多利用这个空间。台北寸土寸金，收纳很重要。因为这整个还可以是当你的那个床啊，可以当个床。对，这个都是收纳。因为这整个大楼全部大家都外推，所以没有问题。哎呀，你看外面都全部都外推，然后还有这个，你看吊椅，IKEA 的吊椅。对。然后这边再开放式的厨房。来，变魔术。请人家做了酒柜。酒柜，红酒柜。这都是可以摆，每一个都可以摆酒。哦，你说那个就是红酒柜。可以，按酒隔板，不用隔板就可以直接放。哎，这两只。还有的需要隔板的就可以用隔板。那这边就是放冰箱的位置。这冰箱。放冰箱的位置，然后这是开放式的厨房，然后呢，这个是一个吧台。来哦，快点。变魔术。变成一个。变陶炉吧。变陶炉，然后大家可以坐在这边这样吃饭。对啊。对，这样吃饭。对，这样方便。有没有很时尚？我想的就是。时尚小豪宅。然后这边有洗碗机。价值200万的。装潢也是洗碗机。通碗机，那边有装那，对，然后阳台的后，对后阳台，现在堆满了要丢掉的东西，对，要丢掉的东西，就晒衣服，然后我们有那个升降，可以升降的晒衣杆，阳台蛮大，哇，外面那个都做起来了，对，铝门都做起来了，都是防，全部都包覆起来了。那我们来看我们的更衣室，这是一半而已哦，剩一半哦，你看，又是忍者墙，你看消失的。次卧，客房，然后我们两个人是把它当更衣室。然后这边也是做好的衣橱，这里做好的衣橱，你看上面也都是收纳，上面也都还没切不到了，哎呀，玄关。哎呀，这边还有阳台，后阳台。好了，来了啦。这个豪华大浴室。泡汤池。大的泡汤池，可以在里面游泳。可以泡4-5个人都没有问题，5-6个。专程做的，对啊，你们全家下去泡，对对，这边游泳没错，对，他平常就到这种小浴缸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也是双人的台面，你看大台面有没有很像那个 motel？ 对，就是旁边两边都是双人，光一个浴室就一间小房，就比对啊，就比主卧还大。然后你看这个是透明的哦，所以有隐私问题的人不要买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但是它是拉外面哦，所以客人还是可以把它拉开哦。这个是我们要带走的东西，先放在这里。主卧那个冷气是新装的，上个月才换新的。他要搬的，要上个月帮他换。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要卖啊。对。对啊。然后那如果在家，那大家会说，那如果我在房间里面睡觉，想看电视怎么办呢？想看电视怎么办呢？来，电视转过来。对啊，所以一个电视就可以两用，客厅跟主卧都可以一起用，然后就转过来就出来外面的。所以最适合还是夫妻啦和情侣啦，两个人这样子很舒服。哎呀，没有，两个小朋友都还好了。对啊，哇，你这个是很适合。哎呀，啊，小朋友可以来捉迷藏，你看转来转去。转过来，客厅就可以。对啊，我们有做卡榫，可以把它卡住。哎，在这里，你看有卡榫，这边可以卡住，对，固定住不动。然后这里下面都是那个网路盒啊，对，线材盒，对，那个是背后的柜子，所以这边的话你再摆一些沙发，对，
有没有很赞啊？就是我们之前设计的家。对啊。对啊。对啊。我们两个住过的哦。对啊，有加持过的。哎呀、啊，住这里会发财的哦。对，住这里会发财哦。哎呀、啊。会越来越多间。哎，会变五十间，会变五十间。对啊。对啊，小豪宅，嗯，很多小小设计，你看那里还有鸟笼的那个时钟，嗯、啊，对啊，小时。好啦，那装潢好，我们住得到九月半到新年。没有啊，三年，我们住三年。住三年。对啊，装潢好住三年。对啊，你看住到怀孕哦，你看我们在一起十几年，对不对？就住这里住到怀孕，对啊，想生小孩的赶快来买，对啊，预购重塑以免项羽，对啊，对啊。很安静，而且白天的时候那个阳光洒进来，阳光洒进来，对，哎，对，啊，也不会有西晒，不会有东晒，都不会，对啊。上要爬山，可以上楼梯。对对 对, 对，就往上走，就是。哦，蛮做大的窗户，可以直接看外面。对啊，很漂亮。其实现在有米来算是三房了，这样那个情况，哎呀，很多都可以利用啊，这边也可以啊。对啊，这边也是啊，哎呀，合适房，嗯，全部都开放式的，这是绝对适合年轻族群，对啊。对啊，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开箱到这里啊。对啊，要买赶快哦。对啊，不然可不可以踢给啊？对啊。好啦。好啊。好，那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、按小铃铛、赞。好，好，拜拜。